不行我就抱啊抱，哄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，他都还是继续哭。嗯，我婆婆就走进我们房间说：“心太你睡吧，我来。”然后就把小孩接过去了。结果小孩一到他身上，真的就不哭了。他不哭的那一瞬间，就换我开始哭，然后我就哭了一整个晚上。就是你做了这么认真的工作，结果小朋友如果我没有跟你那么亲，那真的不值得。我的职灾。哎，小孩不认我啊！我那个时候真的太难过了。我也是因为这样，后来决定要改变工作形态。因为以前心脏外科训练的时候啊，一次就是开十几二十个小时，然后我就把我的第一胎妹妹给就是阿嬷照顾，我的婆婆。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台中，然后阿嬷在屏东的，所以平常开刀又很累，假日回去其实婆婆也会希望我休息，所以说晚上就他们顾就好，因为我女儿又很会晚上起来夜啼。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婆婆说没关系，拜托给我照顾，我真的太想她了。然后我女儿又半夜哭醒嘛，哭醒我就抱啊抱，哄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，她都还是继续哭。嗯，我婆婆就走进我们房间说：“心太你睡吧，我来。”然后就把小孩接过去了。结果小孩一到她身上，真的就不哭了。哇！然后她觉得她才是妈妈的味道，她习惯了。她不哭的那一瞬间，就换我开始哭，然后我就哭了一整个晚上。就是你做了这么认真的工作，结果小朋友如果我没有跟你那么亲，那真的不值得。对啊，尤其那种有外佣的家庭。很常这种事，妈妈要出国六天，那小孩说好啊，拜拜，记得帮我买糖果，都没有舍不得的感觉。有一天那个外佣因为那个任期那个合约到了，必须要返国了，哇，那哭到泣不成声，你不要走啊！那个外佣哦，提着行李走到楼下，然后那小孩在扒在阳台上面，你要好好的，走回来。小时候电影的情节了，妈妈看了吃味了。不是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对我都没这样，对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谁照顾他就认谁。现在想我特特的你，而且现在也想回家了，对，我很想。而且前我有一个贵妇朋友，也是他工作，然后他都交给外佣照顾，然后他有一天回家，他的小孩看着他说：“买单。”哎呦，我叫他买单，跟外佣跟外佣一样，不叫妈妈说买单。你的我呢就是舞台师等等。我发现就是产后我就很难，就有时候会小恍神或者失误，会变得很多。刚生有时候唱一唱，对，唱一唱，突然间就空白了，突然间有一种恐慌症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是什么？我会开始恐慌，结果就会忘，然后就一大段来来来来来这样。像我平常唱那个三天三夜的时候，三天三夜，我就会这样子就离地的跳。可是产后我就三天三夜。你们唱，叫他们唱，不要停歇，叫他们唱，跳不动还是对？观众唱的比他唱的还多，没错，麦克风就交出去，对，什么的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啦。对，因为你以前都可以离地跳，还穿高跟鞋跳的跟什么一样，你的产后只跳两下，发现真的气不够，前面还会唱着唱着，那个麦克风就直接滑在地上。对，我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好像有可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就我唱一唱。一支麦克风加大机，对，你也能滑，可以，真的手软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滑的，突然没力，整个就突然没力，对，突然没力，真的，我觉得深深看你就奇怪，真的。啊，这个是哦，这就是那时候刚生完几个月，然后脖子那个宝宝脖子都还没硬，跟产后，我觉得身材恢复也是一个课题，就是需要一直不断的补充一些新的营养才可以。好，来欣怡。就一个字，为什么丑？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职业妇女的时间会被压缩，真的很紧。然后呢，最明显就是我每次晚上开始洗澡的时候，我才进浴室不到五分钟，因为我们都会先卸妆嘛，然后才卸，才洗完脸，然后刚要冲澡或干嘛的时候，我老公就进来说：“怎么样，好了没？”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好了没？还要多久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你现在以为我是在当兵是不是啊？你以为我在洗战斗澡？”洗个澡啊！他有一次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觉得哦，你应该等小孩睡觉，你再慢慢洗。”我说：“每次哄小孩哄一哄，我都自己也被哄到睡着了。然后有时候保养什么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擦。然后那一阵子也是太累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我跟我朋友聚餐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‘心怡，
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最近很累？然后我就说，这样都被你们发现了，看得出来吗？憔悴啊，肤况憔悴，黑眼圈就是很可怕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聚会那天，我就把自己憔悴的脸庞拍起来。你这个真的太可怕了啦，下垂、暗沉。然后那群朋友就说，那你为什么就是不找时间好好保养？我说我也很想啊，我说可是每一个保养品都要什么一罐擦完再擦一罐。然后他说那你就去找那种 all in one。 哎，后来想想也对，我干嘛不找 all in one 保养品就好。后来我认真的就去找，我找到一瓶可以打造纯天然的素颜水光肌，而且我用了之后，大家知道多惊人吗？多惊人。我大概用了两三个月之后，有一次我去日本，然后刚好就去日本料理餐厅，那间餐厅我们去过好多次了，然后主厨呢跟他的太太就一直跟我讲说，你皮肤看起来很好，我们大家都要互相猜年龄，他们就猜我28岁，然后听到我那个时候37岁的时候，他们傻眼说怎么可能37岁？然后他们一直问我说你到底用什么，你到底用什么，可不可以介绍给我？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但是今天大家有福，因为我带来分享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说实在的，明天录五集，像我们这样子真的会累瘫，而且皮肤状况真的也是会比较不好。然后呢，回到家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擦那些瓶瓶罐罐的保养品。我老婆因为带小孩，那小孩又不喜欢她那个敷面膜，每次我一样，怎么办？小孩在睡觉，那我老婆就敷，那常常就这样敷着敷着，换她自己睡着了。一定的啊，很累呢。那个面膜啊，一敷敷到早上去了，都已经干了。她还会倒吸回去哦。对，把你的保湿吸回去。好了，化妆台上面瓶瓶罐罐哈，其实啊也都不晓得在干嘛。所以呢，就如果有那种 all in one 的，我真最好，对，迫不及待。如果你就只要擦一罐就好，不要再买那些瓶瓶罐罐。好，我真的哈，我买10箱回去。一定是全身手脚都擦着，对啊，因为 all in one 你就不用再擦什么保湿，又什么精华，又什么。很重要，好好的帮我们推荐。就是这个专柜级的 all in one 透光瓶，太好了。它其实一瓶就兼具了化妆水、精华液跟乳液的功效，而且它只要一瓶就可以完成专柜级的3道基础保养程序。保养品啊，你说瓶瓶罐罐就算了，它最麻烦是什么？它一个化妆水擦上去，等它吸收，要等它干。对，好，再来擦个精华液，它又要干，然后要吸收，然后再乳液，你要等它不粘了，你才可以做其他事情。对，它一道等一道，其实真的花费很多时间。可是呢，这个透光瓶有多厉害？它有一个专利的发光技术，可以让保养品自动分成3段吸收，把精华液一层一层的吸收到你的肌肤里面。而且它的发光关键是什么？它有一个蛋白聚糖。蛋白聚糖呢，它可以帮你牢牢抓住水分，还有胶原蛋白就可以让你的肌肤恢复这样子多多多的弹性。然后像我自己的皮肤比较敏感，我只要像这种3、4月一变天，就会开始干痒。你干痒又脱皮，你用什么东西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。可是基本上透光瓶，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变得很稳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福音。而且大家可以看看，因为我已经把妆卸掉，还会有滑滑的感觉，可以让那个浩如可以摸一下。你有卸吗？让你擦一下。它感觉还是有腮红的，给大家试擦一下。对啊，我的味道好棒，真的。哇塞，你皮肤有够好哎！因为基本上这就是很干净的一张白色纸啊，没有任何的妆感。对，就是卸掉了。知道很多保养品啊，不是有分什么日夜用吗？这个有吗？这有早晚使用都可以吗？这个没有分，因为像我早晚都用这一瓶，然后我已经先卸好妆，它不像一般的要挤在手心搓热揉开再上脸，不是，它是一点一点的，例如说像我这样子一点，然后再一点，对，然后下巴再一点，额头也可以一点，慢慢的在脸上融开它。它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用吗？它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用，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，所以我们不要先揉开，它在脸上的时候再把它慢慢的匀开，然后顺便拉提按摩一下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不用腮红，其实脸就好像在拍广告，蛮红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在，你也可以在像眼周或是唇边的那个眼唇边，就暗沉，稍微的再多加一点点，这样子多一些些，可以让它稍微的按摩一下、拉提一下，然后你会感觉到它第一层就是化妆水在肌肤上化开的感觉，有点水水的感觉。它先做前导，然后第二层呢，你就让精华液直接吸收到肌肤里面。最后的乳液再牢牢的把那些精华液锁在你的皮肤里面。用完了跟专柜保养品一样滋润，大家看。
哇，那个光泽感，对啊，这边看起来就会有水亮、透润的感觉，通透，气色超好。通通，大家看我刚刚那照片也知道我那鬼样子，就是真的休息不好，就会灰灰暗暗，心情也不好。那我那时候就一定要化满全妆，可是现在基本上就不太需要。如果我做好的时候，我就是擦个防晒我就出门。然后有前几天我去跟朋友喝下午茶，朋友还说：“啊，你今天是怎样？我那么早要素颜你？”对啊，早还化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刚好前一天睡得蛮饱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真的很好，而且你皮肤状况超漂亮，不是每个妈妈都能素颜，真的。妈妈因为辛苦嘛，有老公还在那边挖苦老婆说，哇，哎，你那个卸妆哦，怎么感觉像在过万圣节？继续继续，对啊，味道很疗愈。对，那味道很香，淡香淡香味，很舒服，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是日本百年大厂，他们对那个原料跟品质啊都非常的坚持，而且现在也有出一个像这种10天的体验组。你知道之前我就是叫我朋友说，哎，你就去先用这个，结果才用2天，告诉说在哪里买，我要买大瓶的，不要小瓶，小瓶不够。那像我自己是从官网订，你也可以用打电话订购的，而且一瓶就免运送到家哦，超划算的吧？如果你怕你自己就是到时候用完2个月后忘记了，你可以用那种固定配送，它就会每个月。或者是2个月的时候帮你配准时配到家，对，反正你就用到一个好的东西，然后你就基本上你360度无死角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那个想要精美的好礼物呢，可以上我们 Hello 你有事的。如果想要精美好礼物的呢，可以上我们 Hello 你有事的脸书哈粉丝专页来回答问题。对，我们再送给大家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，给我们更多意见。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